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师新春祝福。广慈长老，俗名顾平，1919年出生，12岁于南京栖霞寺出家，16岁就读焦山定慧寺佛学院，与祖云、西云、悟一、莲航法师等一代高僧同窗修学。由于天生一副好嗓子，又颇具慧根。少年广慈在梵拜唱诵上已日臻成熟，后在常州天灵寺任为傩，逐渐声名鹊起。广慈长老赴台后，发现台湾佛教界还没有正规的梵拜唱诵及佛事仪轨，于是长老殚精竭虑，在台各地传授汉传佛教正宗梵拜唱诵，弟子遍布四海。今住持桃园龙潭佛照净寺，且担任中华国际佛教梵拜音乐交流策进会理事长。老和尚高寿103岁，一生致力于佛教弘法、梵拜传承，倡印电子版大藏经，为弘法布教及印经事宜走遍大乡小镇，任运智慧悲心，教化深远。中国人的习惯，在这个过年期间，大家都要互相尊重啊，说些吉利的话。我这个没有心的人呐、啊，啊，实在不够资格在这个电视台来代表啊，向大家过年祝贺。那既然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希望我以至诚的心，祝世界和平，哦，没有战争，没有疫情，啊，大家过快乐的年，我们呢，大家互相尊重，互相的来祝福我们啊，全世界啊和平安定，风调雨顺，人民过得快乐的生活，没有任何灾害，没有任何疾病、恐慌、病痛。啊，这些年统统能给给我安乐平安自在的年。当然我们佛教徒更应在这一个时间，不是说过年期间再来祝福各位，我们念经念佛统统想到各位的一切的生活上能给平安，能够自在，能够快乐。当然福那是更大了，他是希望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每日快乐，每日啊都安乐。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心量了，我们只是做中华民国以及生命电视台为我们啊人都这个过这个好的生活。那尤其是最近呢，有这个疫情呢很厉害，死了好几十万人呢，这是一个我们的大灾害。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呢赶快好，赶快平息啊，使我们人的生命能够不是这么很容易的就能够人也就死掉了啊。当然我这个人呢啊是也不做道灾了，是做好的话也没有用啊，
祝贺祝大家快乐也不见得快乐。所以呢，我总是说我的是自己的一个佛教的观念把这一个我们平常所修持的所努力的念佛念经的这些功德能够回向各位，各位去得到这个功德以后能够没有疾病，能够和平快乐这个是这样呢，也就是我们尽到佛教徒的责任了。所以说我们不是一天来做佛，我们天天在有心在做佛，这个不是我一个人了，所有的佛教徒大家都有这个心能够把自己做善事的功德来回向希望世界和平，没有恐慌的时间，一起能够风雨做事能够和平安定，这也是我们每日所念佛念经祈求的目的，能够回向各位，大家能够得到这个功德，能够如我们所愿，这些世界能够就和平希望人人能够互相这个相爱互相这个也来也共同的祈祷这个世界能够安定。但是呢，虽然我们有这个心还不能够达到我们这个目的的原因呢，是我们修持还不够那个佛的心比我们更大了，他希望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统统能够天天爱乐和平相处。当然我们有这个心，但是呢不敢发展那么大，总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大家统统有这个心，统统互相友爱，互相帮助帮忙，使这个世界能够天天快乐，不要有烦恼，时时看我们那么今天呢他们来访我也没有准备总是说呢有这个心，但是我这个人呢平常呢这个苦恼人也没有念佛，也没有念经，也没有功德，总是有这个心希望各位能和平安定风雨做事，让俺能够天天过好日，天天做好事也祝你们新年快乐，事事如意，阿弥陀佛。因缘复始，万象更新今天借着这个新春的机会来祝福大家新春吉祥，万事如意。我们大家作为佛陀的七众弟子，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你的色身的生命，另外一个是你法身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的七众弟子，我们借着这个新春，我们感受到整个宇宙春回大地，万物都在滋生生长，欣欣向荣。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七众弟子要反观自照，我们的法身慧命要借着这个新春的一个机缘，我们要什么？要精进的用功修行，在菩提道路上面我们要用功修行，长养我们的大悲心，我们又将来能够成就我们的菩提道，然后普度众生，然后这才是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这是我们七众弟子皈依佛陀以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身的一个志业啊，在这里啊，借着这个因缘，这个恭喜大家，也希望大家啊，新春吉祥，万事如意，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圆中长老简介：圆中长老，法名法定，1937年于高雄县田寮乡，16岁于大冈山旧超峰寺李上兴下波和尚剃度出家，曾亲近白胜长老多年，历任台中慈明佛学院训导主任、中国佛教部教会副团长、高雄县佛教知会理事。1973年日月禅寺引导四众弟子以正知正见修持佛法，寻求圆满生命的实现，四欲远播全国。圆中长老对社会福利、慈善、公益、文化事业、闹军、赈灾等活动从不落人后，台湾历年的三坛大戒会中，圆中长老历任引礼、陪堂、开堂、教授、结摩等职，戒弟子及徒众逾数万人，造就无数佛门龙象，为当代高僧之一。各位竹山长老、各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大德，大家好！我们时间在过得很快呀，在2021年已经过去了，也就是我们闽南语讲的，就是中华民国111年1801年的时间。在过去这一年来，也可以说台湾也很安宁啊，不过比外国比起来还好得多了。有一阵子我们大家都很不自由，不能动，同时我们这个口罩都不能离开。为什么有这样子呢？这个不是光我们台湾来，尤其是全世界都有，所以我们不甘心的就是其他的国家不但是疫情很严重，同时也往生了不少人到现在其他的国家都还有很紧张的。台湾的有很多出家人，尤其是我们几个电视台都大力在那边做努力的宣传叫我们大家都一定要遵守政府的这个规定所以实实在在虽然有很紧张，不过也没有怎么严重了。这个全世界有这个疫情，有的国家很严重，为什么有这样子呢？这个拿我们佛教来讲，就是我们众生的业感，众生的共业。台湾好几个电台电视是大力在弘扬佛法，不管是出家在家呢，大家也是非常很用心，大家很努力呀，去求诸佛菩萨来加持，让我们大家
虽然有一点点，但是已经比较轻了，比较好。我想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了。我想不想以后不晓得还有什么变化，我都不知道了。我在这里，要我们诸三长老来领导，各位法师来帮忙我们护法居士来护持，让我们大家，就是要大家多多来行善，多多来做善事，让我们这个灾难来化除，来奉凶化吉啊！我们三宝会加倍。我在这里啊，你生命电台他非常努力，到处去录影。我想我今天也简单讲几句啊。第一，祝福我们各电视台也辛苦努力，但是我们各道场也很慈悲啊，都有举行这个祈福法会，祈求我们能够大家国泰民安，大家能够像过去的能够快快乐乐的，没有这个担忧，没有忧愁的大家还是一样来努力哟。我相信诸佛菩萨会给我们大家来加持加护，让我们所有的能够过一个好年，过一个新年让大家没有担忧大家身体还是一样能够健康家庭真的还平安所以我身为一个出家人，我时时刻刻就在祈求三宝来加倍我们所有的人民能够平安大家能够没有忧愁的来过得好人。农历年大家更努力祈求我们诸佛菩萨龙天护法都来给我们护持，让我们大家一切都如意，一切吉祥因为生命电台创办以来非常努力外拍的这个到处很辛苦，我在这里也祝福大家柜台更平安，依佛法广度一切众生这个是功德无量我讲这几句祝福大家，阿弥陀佛，感谢大家，阿弥陀佛。明光长老，俗名陈志明，1952年出生于台北县树林镇，中兴大学统计系毕业，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初高中时常到海明寺读书，悟明老和尚为启蒙师父，从此种下出家为僧，成为人天师范的菩提种子。1978年发心出家剃度为僧，立圣雄长老为师。当年于台北松山寺受具足戒，1980年至1982年于十方丛林书院高研班参学。亲近时任院长的喜成长老与院务长南怀瑾长者，
1983年担任大雄金色住持，开始进而发起佛教儿童夏令营、佛教青年会、妇女会、观世音合唱团、佛学讲座等等活动。自此之后，长老不断穿梭于海内外弘法利生。2002任千霞山海明寺第三代住持，并接法于开山祖师悟明老和尚上海流云寺派法脉。法师现为中国佛教会副理事长、世界佛教僧协会弘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社会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千霞山海明寺住持、美国护国寺住持、澳洲如意寺住持、北投大慈寺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住持、美国马里兰州禅学讲堂住持、台中中天寺住持、台北大雄金舍住持等。纵观法师从出家为僧至今，以弘法为家务的精神，立身为事业的目标，以举办各种活动方式将佛法导入社会，启迪世人心智，为佛教的弘扬尽其一份心力，实为后学之模范。诸三长老、各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海明寺的开山商务夏明长老呢，他所开示的一个智慧小语。我们知道这个悟明长老呢，他是专弘观音法门呢，所以在海明寺每个礼拜天早上4点呢都有拜大悲忏，然后上呢也很欢喜这个大悲水来跟大家结缘啊。那么老和尚呢，在他开示法语里面呢，他这样讲过啊，他说他经常呢会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他说我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呢，高兴的心情就像这个船行驶在这个水中一样，像飞一样的感觉。即使在生死很危险的当中呢，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叫妈也没有用，要提起正念来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而且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心自然就静下来，心静则明心静就不会慌乱。所以这个在普门品里面也告诉我们，菩萨呢闻声救苦，那我们念观世音菩萨让我们心静，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险难，乃至面对烦恼可以来运用智慧来解决烦恼。更重要，我们要效学观世音菩萨。什么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济物即观音，清净唯心皆普陀。我们有这个慈悲济物的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观世音菩萨，关心周遭人事物，特别是一些年长者、一些弱势人，我们只要看到的欢喜心来帮助、来布施，都是好事情啊！慈悲济物，那就是观世音菩萨。清净唯心皆普陀，就是一个人经常不断要反省我们自己，希望我们自己人难免有身口意，透过贪嗔痴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不好的念头出来，但是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呢，忏悔，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净安乐所以有这个清净反省的心，有这个修持的心呢，处处都是普陀山。所以慈悲济物即观音，清净唯心皆普陀，来跟大家结缘。希望大家都常念观世音菩萨，我们念观音学观音我相信我们有观音菩萨这份慈悲心，这个社会多一份祥和，一份安定，一份美好。谢谢大家，祝大家身心自在，福慧增长。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谢谢一年，一年内底会当安尼祈师，会当要在要修行的所在啊，就是老公挂道场，主要是道场咧把这个小道场带动到去大道场。大道场会当倒来带着小道场，会当讲一家家庭，不管是人三五个也好，家己也好，拢会当暂时修行，都会当带动安尼主题，会当在修行，佛法无边啦
因为你哦，家己先发起，啊来到接受这个法师的开始，法师不但法师开始，会当讲会当倒来拜到咱家庭哦，一家哦欢乐啊啊欢喜，我当见呢，会当接受这个福缘哦，这所爱这个佛法的力量。是安尼，会当家己一个家庭吼，哦，不管是哦阿母嘛后生，哦嘛媳妇，拢会使来这里，不但来合福啦，都会当当厝的设个小道场，等于按大道场修行去等等。主要你的心较重要，你心啊，我都哦坚定落啦，啊，有正先下去，哦，咱家己先下去，然后先再来带动。一些在发烧的人们，好再来看一看。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新逢关圣帝君飞升，元宵佳节吉祥日前夕。屏东妙云寺暨慈悲置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供佛斋天暨供诵普门品，恭请湛山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2月13日星期日，正月13，时间上午9点，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地区新春起见护国祈福法会，大吉大乘十轮经，祈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众生安乐，与法自信。恭请自诚法师主法领众，日期2月18日星期五，地藏十轮经第一卷至第四卷，2月19日星期六，地藏十轮经第五卷至第八卷，2月20日星期日，地藏十轮经第九卷至第十卷，下午放焰口，每日上午8点开始，地点南投县埔里镇天子宫。南投县埔里镇中心路23-10号，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义，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